春秋战国，便利诸侯，战乱不休。秦王嬴政一统四海，横扫六国的热血画面，让无数人为之憧憬。今天战战推荐了这款 MOD， 也将让我们在坐落数百个国家的世界之中，完成大一统的伟大壮举。此 MOD 就是由棋坦中文站、君不见、大河之水和别杀鸡两位大佬汉化而来的分裂主义。我们将能够亲身体验迄今为止战争频率最频繁、战斗程度最劲爆的卡拉迪亚乱世。MOD 与原版相比，由原先的八个国家分裂成现在散落遍地的无数国家，这使得扩张统一变得更加困难，提升游戏难度的同时也为游戏增加了看头。在这个战火纷飞的卡拉迪亚大陆，我们可以解锁全新的玩法，在棋坦里爽玩沙盒游戏，让战火烧得更旺一些，或者投资一些落后的国家，看看谁能最后取得统一。也可以亲自下场，投身于这个挑战与机遇共存的分裂主义世界之中，书写属于自己的传奇故事。模组中主打的就是一个叛乱，领地忠诚度低了会叛乱，封地太多长时间不访问会叛乱，自立为王后与领主的关系太差依旧会叛乱。反正不管怎么样就是两个字，叛乱。游戏中还可以调整关系的阈值，我们可以把成为敌对的好感度阈值设置为-100，这样不管怎么打他们都只能对我们笑脸相迎啦。同样友好关系也可以这样设置。以上仅为部分内容介绍，详细内容和玩法可以前往棋坦中文站网站首页进行查看。棋坦中文站所有的 MOD 都是完全免费的，如果你想即刻游玩到这款 MOD， 可以直接下载棋坦中文站 MOD 管理器，在管理器页面搜索分裂主义进行一键下载与安装哦，既简单又非常便捷。也可以到棋坦中文站下载中心搜索分裂主义免费进行下载，按照上周步骤进行安装即可进行游戏。全网 MOD 一网打尽，就用棋坦中文站 MOD 管理器。 MOD 管理器实现了 MOD 一键下载与安装，更有自动排序、自动更新功能，为大家畅玩 MOD 保驾护航，而且所有功能全部免费，还在等什么？快来棋坦中文站免费下载吧。 Let's talking, more hating.